代码被侵蚀率43%，这下有些棘手了呢。哦，你好，欢迎登录崩坏三。 小心，因为 BBB 攻击，模块边缘地带的数据流并不稳定，请跟我来。不，不对，这是NPC丢失，原本应该在前方等待和 Kiana 对话的德丽莎的数据损坏了。舰长，快，请抢在 Kiana 之前到达指定位置。 就麻烦你扮演一下德丽莎学院长了。哦，不对不对，为什么我要变成姬子了 ？NPC 姬子的数据也出现了问题，只好再辛苦你一下了。Kiana，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这次的扮演，你从容了许多呢。一回生，两回熟嘛。对了，接下来的情节应该是。 哦，是关于补课吧？没错，我找来了全班成绩最好的浮华同学帮你补习。哎，那家伙一板一眼，像个机器人一样严肃，谁要跟他补课？啊，姬子阿姨，你不会是要骂我吧？那么，Kiana同学，待会儿请多指教。那就麻烦班长了。辛苦了，舰长。 接下来的流程就交给 NPC 孵化吧。哎，这些家伙是什么？从来没见过啊！稍等，这些代码不是我编写的，难道是 BBB？ 别担心，我会帮助他的。 怪物自己消失了。前方高能，非战斗人员请。Kiana，看来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